我哋就嚟繼續接埋呢一隻高沙新山七影廠。就接而家就哎呀，而家就接咗個頭出嚟啦，就去接個身啦，而家準備另一張紙，鉸剪就已經唔需要啦。個頭係咪好難接啊？嗰陣時候個頭都好啦，咁就開始接啦。你先係接三角形咁啦。这个头嗰阵时候都好难接啊，真系个钳其实呢一脚位可以向入啲都得啦，向出啲都得嘅。其实，我就讲就应该有少少向入入地咁样就型啦。其实向出都好型嘅，唔算啦，向出啦就可以。咁样接之后就开翻佢。咁樣接，然後就跟住頭先嗰條線，又跟住兩條線咁樣接啦，接成咁樣樣，同平時一樣嘅，接一條線一組啦，對住接條線，得啦，咁樣就咁樣樣之後咧就接向中間啦，將呢個結位。咁樣接，可能快快脆接完佢就算啦。呢個係同平時嗰啲身體一樣嘅，然後就將呢度，呢度。咁樣接，就將呢個咁接，呢度開咗啦。咁樣接咗同平時一樣，咁樣個肥身體就係咁樣接，就咁樣。咁樣就因為個身會太肥啊，整瘦佢啦。咁大概呢一度咁接落嚟。我就將呢個改咗啦，
都玩，跟住啲橛嚟咁樣接。我而家接咗呢度先啦，就三個人啲橛位就跟住個三個人咁樣向嗰啲線咁樣向下接啦，去跟住嗰啲線咁樣接。咁樣這個可以已經可以送過去的，其實咁樣接一度都咁樣接，咁樣有個三角形嘅，就咁樣將佢壓落去下面，然後就轉成咁樣，咁樣接，然後呢一度就咁接接，我就咁樣接。一度都咁樣接，一度都已經咁開咗，然後就咁樣接落嚟，係咁樣，咁應該有得咁樣接落嚟，然後就有嗰啲線，應該有好多線嘅，就跟曬嗰啲線接落下面，除咗。有一條線就喺呢一度，有一條曲起嗰條線，就要唔好接住嗰條線，然後將佢哋壓曬落去下面，將嗰啲唔係呢一個冇接過嘅咯壓落去下面，咁樣接呢度都咁樣接。這個橋位可以再整細一點，然後就將這個這樣搭過這裡左右，然後就這樣接，這裡這樣接上來，跟平時那些一樣，一度跟住咁样接落嚟，一度，然后就整瘦佢。以前都有试过接呢一个嘅，一边都一样咁样接，然后就接上去上。剪開呢一度，嗱，將呢個位咁樣接啦，同平時個 pat pat 一樣。將呢度咁樣接落嚟，我就將側邊咁樣接，呢一度都咁樣接落嚟，咁就完成個身體啦。而家就黐咗啦，就卷成咁長形咁樣黐落去。然後將這個這樣接下來，然後將個膠片然後黏下去，將個胸部壓扁它，將個頭的結尾的胸部壓扁它，然後將個三角形撐住，
如果有人不想黐立立咁樣咧，就再撕多一張膠紙。話撕落。我就黐喺個三角形嘅櫃度啦，就咁樣黐。我就整完少少啦，又清理。仲有一邊先，應該呢一度有得開嘅，就見我又要俾個腳多靈魂。然後呢一度繼續咁接住它，好難都靚啊！將呢個，對住個胸部嗰位嗰啲線咁樣，係過呢度咯，都左右，我咁樣接。我都咁樣。咁樣就完成咗隻高沙深山秋蓮蟲，好難接啊！呢一隻高沙深山秋蓮蟲，咁樣就完成咗呢一隻高沙深山秋蓮蟲，我今日接嗰隻。大家都可以用黑色嗰啲挑戰下接隻高沙深山嘅。或者用深黃色啦，算深深地黃嚟接都得嘅，或者用金色都得啦。如果你覺得呢一條片好睇，就撳個 good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講，就留言答咗。記得就算唔好睇，都俾個 good。同埋有啲咩想同我講就留言答俾我。咁今日嘅影片嚟到呢一度，記得要訂閱呢一個伊凡公仔。咁今日嘅影片嚟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